哇塞，很容易讲到里面的字，哇，很容易讲到里面的字，哪一题不会容易讲到字呢？哦，有些不会，有些。刚罗汉国都猜到了，这个不难哦。哇塞，完了完了，难题是。联想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天摇地动的时候，它的发源地在哪里？ 气象局常常会发布的一种天然灾害，在东部居多。两个字，真的很重要，有没有？真的很重要。它真的很重要，它真的，因为我的，我一直我三个字想，可是我的队友的提示我从这里听到都两个字，哎，放心，我会讲一遍给你听。好，来，我们重复一下大家所说的。听我的就已经够了。第一位说的是，天摇地动的时候，它的发源地在哪里？ 天摇地动的时候，它的发源地在哪里？第二位说的是气象局常常会发布的。气象局常会发布的。第三个是一种天然灾害在东部居多。天然灾害在东部居多。第四个说两个字，30秒计时。很好，他不讲两个字，我们还有怕你。哪个字是什么？你可以讲。天摇地动的时候的发源地。发源地的位置。然后。发源地的位置。对。然后气象局常常发布的。第三个，一个天然灾害。 我一直忘了这个重点，张文琪他哭了，你就安慰他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哭了吗？没有啦，不会。好了，来喽。哎呦，压力好大。你压力很大，好好抽。真的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来啊，丹丹。哎呦，张老师。啊。哎呦，我就觉得成哥会。来，我这题千万不能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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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对，要对。背，坐。啊，快。好。来，准备。好。很简单，联想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三个字在脸上面。 一想视线换掉，失明的时候可以离职。看到要看他，要靠他。好紧张哦，昌明哥。他连五六个字都讲不清楚，他们要看他。我操！你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，你要讲什么？在那边。
讲了差不多十几个字，有没有？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，6到8个字。哇，来，3个字在脸上。3个字在脸上。第一个，在脸上。第二个，什么东西要换？影响视觉要换掉。影响视觉要换掉。影响视觉要换掉。好，第三个。这样啊。第三个。失明的时候可以移植。失明的时候可以移植。看到要靠它。看到要靠它，太简单了。哎，怎么抽到题目都这么简单？对啊，3个字，但是太多了，跟眼睛相关的太多了。真的吗？你现在自言自语还是跟我聊天？因为要看到要靠它，你可以移植有眼角膜，对，看到了，视网膜也看得到。啊，都是3个字的。啊，你都抓到重点了！不要追陈玉玲了。是你太简单了！我认为是3、2、1。移植最常听到的就是眼角膜移植，就眼角膜吧。眼角膜，你疯了吧？不注意死，这样不要学那个。你要讲郑，你要讲郑央吗？不可能，你可以讲视网膜。讲郑央。3个字要讲一下罗汉果。八掌脸，交际花，我真的可以移植。他都不会猜白内障，我都不会猜这些。星光眼，移植啊，这个啦，白内障没办法移植，就这个，要移植就是眼角膜的移植。真的哦，谁会出这种题目？那么简单，五，就这个。大声说，快点，3、2、1，快救他，快！真的很贱哎，你不会动摇的，我知道你不会动摇的，你的眼神很坚毅，我看得出来。你这个人很奸诈，我看得出来。我很正直的看着，我很正直的看着你，告诉我。快亲上去。不是，眼角膜能移植就眼角膜，其他的我没办法，视网膜也没办法移植。对呀，对不对？他们题目都太简单，为什么他们都抽到这么简单的题目？为什么？眼角膜 pass。在脸上，哎呦，在脸上，我一度担心你会讲什么水晶，可以移植什么？可以移植，好，先讲，影响视觉换掉，来换位置，移植，好险，视网膜也蛮有可能。继续，那个男生对调，女生对调，好了，24，21，23，24，好，男生对调，立起来，男生，那边的24，好，哇，好了，准备，哇，这个起码用喷射机，波音7，高铁加车模767。再进哦！啊！来，准备，联想天空 ，Ready Go！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开车的时候很需要的东西，当兵训练有用的，加满了会卡，插在车上的孔，插在车上的孔，啪！来，第一个，开车的时候很需要的东西，开车需要的东西。当兵的军人有用到的，当兵的军人有用到，当兵的军人用到，你不能比哦，哎，对，好不好？来，加满了会卡，插在车上的孔，我们两个就够啦，对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多话 ，OK。我们要讲几个，来，没有讲几个字哦，对，不要讲话，不要再讲话，没讲几个字，不要再讲话，这好重要，不要再讲话了，几个字，你讲一遍。啊！车长，你问的。来，开车时候需要东西。开车跟车有关。加满会卡。开车会需要的。当兵有用的。加满会卡。加满插在车上的孔。加满有的时候会卡。会当兵有用的。插在车上的孔。油箱。没有讲几个字哦。哇！没讲几个字，这太刁难了。真的哈。太大了，想看谁？不是，我回想一下，我看着人来回想。不要看我，看回想，看我回想就好。加满时候，开车需要的东西，开车需要的东西，当兵有用的钥匙，当兵有用的，插在车上的孔，插在车上的孔。陈哥要塞小费，加满时候会卡。当兵有用的，加满会卡。当兵有用的，对，哦，很重要哦。好看我，看我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含情脉脉，好浪漫哦！我的天哪！哦，漫长的爱恋。
什么答案？哎呀哟，几个字？五秒，四，我这就不跟你再算一下，你出来就直接决定了。应该是油枪，应该是油枪，因为他说是当兵要用的，所以应该是枪。然后呢，他开车要用的应该是油。然后他说会枪，加满的是油在加油的状态里面，跟加油相关的东西，跟加油相关的东西就是油枪。分析太多，到底对。在哪里？给我一个痛快！聪明啊，跟当兵有关的，就这个啦。我的枪，我的就是油箱啊。油箱，油枪，油箱，油枪，油箱。显得很背哦。打的，打的，打的，油枪。打卡，懂吃懂吃。你好贱，真的，是油没有了？是油箱还是油枪？当兵啊，要不然只跟油箱怎么？哇，他那他的马车显示给他。都放在油箱里面。哎，这转得好，好厉害啊！他们用聪明了，油枪喷不要喷啊！油枪，油枪，太强了！油枪，油枪，太厉害了！不错哦，厉害厉害！当兵有枪哦。有用油枪，我想他跟枪要连。你如果没有讲这个话，一定是油箱，他一定会跑到别的地方去。没有啊，加满会只有他这个加满，油箱油门这个就够了。油箱油门，对的，嗯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只有他的最好了。他没有加满会卡，你会知道。他们两个很重要，当兵这个东西，这个枪，当兵这个重要，重要个屁！没有跟前面连在一起，他那一点都不重要，废话。就是因为他是含对照，所以这个重要。很棒啊。很棒，比那个张伟奇好一点，三比二，好不好？虽败犹荣。耶！四个人，我难得赢啊！好，新单元慧眼识英雄。好，这是我们一个全新的单元啊，考验我们的艺人的演技、对反应，还有文学的造诣，因为都是成语啊。我常讲，基本上我们的节目呢，完全就是我们讲。就是一种创意，我们没有抄袭，没有任何的那一种，就是事先的模仿别人，我们是完全原汁原味，原创性创意，原创性。那考验就是每一个来这边参加的艺人，他们自己的表演能力，所以赶来上的人不多，还蛮多的。来，我们奶奶就先攻，不得了啊！怎么样？你郎才女貌，神雕侠侣，郎才。虎豹，还是好。三位好好猜啊，都是成语，都是成语。永鸿昌明，那张伟前要不要先休息？不要，给他铺一张那个导演椅好不好？昨天因为我们都是人手，你刚刚好。对呀，没得换。对呀，好不好？张伟前 ，OK 的。你今天如果从你嘴巴讲对的话，我告诉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加钱，请大家吃饭，包一个红包5000块给你。哇！哇，一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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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做这题啊！等一下，白板整个白板拿来之后，你如果只写四个字、三字，有没有？但是我答案是四个字，我打你。但我跟你讲，要字要对哦。奶哥，我们中文也很差哎，我们3000就好。对，我2000，难怪2000，小气抠门。不是，我是怕你钱这辈子花不完啊。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花不完我会捐出去。老师，我也会捐给你，捐给我的。在他的额头，你在额头上面有看到“花钱如流水”五个字。好，请戴耳机。哇，5000，加油！来，请抽签。来，抽签。一定猜不到的啦。希望不要抽到难。第一排哦。哎，这一个。这个。不难呢。你这个就演个甄嬛。我觉得。就是这个。20秒讨论，计时开始。我想，这很简单，你就演。我演哥哥。你演哥哥。然后呢，我就演导演，因为我们有点谐音嘛。你们都不知道答案是谁？谐音。啊，哥哥。格格不入。我演导演，而且又演得很差，我就不入。啊。10秒。所以你演哥哥，那我演导演，然后把这个剧情演出来。我绝对不入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在拍戏就对了。他都是好主角，一秒变成。好，预备。好，慧眼识英雄，30秒准备。Action！ 来，开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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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，我叫导演要做好了啊！来，预备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好了。来，预备。Action！ 一秒变格格。啊！皇上，皇上。
不行不行，不不不不不，不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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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好了，预备，预备。一秒变格格，蹲下来。五秒。皇上吉祥。哎呀，不录不录不录，太差了。又不录，太差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啊！好，现在把耳机拿下来。他刚刚有讲话吗？当然有讲话啊，话讲可多了。那我们有听到吗？你废话，都在听，没有听到还不知道吗？你听到就是耳机坏了，你听到。来，拍板准备，三十秒准备作答。你看到哪一句成语？好，计时开始。不是，他这个蛮简单的，这是蛮简单的。不是，他刚刚是那个一秒钟变格格。对，一秒变格格。一秒变格格，然后哪一个就很不爽。欧柱姐，不用，没有没有，他说不对不对不对。不行不行，那不是哥哥，哥哥有一个成语啊，哥哥吉祥。十秒。黄哥哥吉祥。哎呦，有五千块的。写自己的答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赶快写下来。三、二、一，简单呐。好难啊。五千块哦。好，准备，准备揭晓答案。一、二、三。真的想不到。你好。你好糟、喔，我完全看不出来。你写什么？吉祥啊！这哪是成语啊？连张文琪都有成语了。我在想哪一个是皇上，然后那个嘛。那是成语吗？我真想不到啊！不是哪个他有一个 action， 对，他不是演真的皇上。所以我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你是皇上。我在 action， 我是皇上。导演，我坐在这边，有没有 action？ 开板。那个时代搞不好有演这一套啦。你以前皇上都跟哥哥这样子玩吗？你这个动作像是中药行在切药。切药，切药片。我们是一个成语的节目，一个单元，你给我讲成一个拜年的单元。这个我真的弃权，这个我真的猜不出来。弃权。成语的单元变成拜年的节目，皇上吉祥。皇上。写什么？格格不入。为什么是格格不入？不是因为他演格格嘛，这边一次，然后哪个就不爽，那个人在，我是不是要讲什么？但应该就是哎，不好了，不约了，不演。他这边卡嘛卡嘛，对不对？一直卡，那他那就是不入了嘛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又再一次机会。我猜对了，好聪明！你写格格不刀，你有格格不刀吗？格格不刀有吗？不入啦，五千块，五千块啊！对的，你字要对啊，我的妈呀！好对。格格不入，五千块，来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不公布正确答案。好不好？他会再演一遍，就知道你们到底答对几分。那我还要再戴耳机吗？啊，不用擦，不用了，不用擦了。我们可以讲，现在演一遍，好不好？啊，格，会演是英雄。啊，这个动作啊，来来来来，准备开工，开工，开工了啊！来，准备啊，预备 ，Action！ 一秒变格格，吼！啊，皇上，皇上吉祥。演的什么东西呀？不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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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不录了，不要不录了，再试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来，预备 ，Action！ 一秒变格格，啊，皇上吉祥！是哪里来的？不要录了，又不录，演那么差啊！啊，格格啦！你们格格是 keyword 啦。可是我们有听得到，有加台词太难了。你不知道你们怎么上格格啊？因为他那个一秒变格格啊，这么明显。然后不是因为他这个玩还有带动作走路，就是格格，而且还有蹲的动作，听不到，那演得很好。这个想不到，想不到是张文琪，五千块，五千块，答对两分，错的请分。制作来，好强哦。制作人，赶快去包红包啊！快点！五千块！我包破产，包五千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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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题太厉害了，第一局上半竟然就拿下了两分。你比张文琪还差，你还有脸？格格，你看不出来啊？我看得出你是皇上，看不出格格。怎么会？他好明显呢。不然你还这么太监吗？重点是你看也没看对，他也不是皇上。一个演格格的看不出来是格格，哪个？一个只演导演的看出来变皇上。好，那你下次报给我五千，我就猜得出来。哇，哦，还有报给你五千，你要付出代价哦。小兵你也要？你包太多了，有人在这里抢。我是说他要猜对，这代价就这样。对，吓到了。动手给他交换来。好了，你已经2-0，两分领先。好棒啊！不是。
被你激到了，真的真的太花钱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不拿钱，我也觉得是你给我这个机会。我讲没有说不给过，放心，好不好？我也把它捐出去，然后写奶哥跟张文琪的名字。我会叫寇长廷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定要收。寇长这么有钱，现在一定要收。好，来抽签，你可不可以跟寇长说，今天答应了，我们三位都拿。戴耳机，好，好，我们没有奖金哦。把耳机戴起来啊，戴好啊，不能听到啊。来，啊，哇，不好演啊。听得到这个很意会。你们那个就好像有角色。我们那个很好演，角色可以演。这个不好演，讨论20秒。好，开始。这个如果要拐弯就演拐弯，拐弯就拐弯。拐弯，我拐过就摸过就。拐完以后我就摸你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没有办法。然后你换你拐弯过来摸我脚，也等于演两次，加深那么意见。我觉得你不要互相哦，我觉得单一方面就好了。我是为你们好哦，一个拐弯，你看还有敌对的这样子帮他，怎么样？要扰乱我们，是要怎样？对，谁要摸脚？太棒了，拐弯过来，就一人做一次就对了。从加不深的印象，看我帮你没有？有没有？我加入讨论，观众朋友看到没有？可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。以德报怨呐，真的，以德像我这种宅心仁厚啊，不容易啊，为了他们好，还真的好好。好不好？来准备，慧眼识英雄，只有30秒，预备 ，Action！ 我拐弯啊，我拐弯，我拐弯，哎呦，拐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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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哎，我要摸脚。啊，你为什么摸我的脚？换你。换我拐弯，再拐弯，还要拐弯，我要摸你的脚了。哎呦，这个是什么好东西？哎，再上来一点。三、二、一，要说摸小腿的地方了。哎，对。有些是想要演情戏啊？什么情定北海？对呀，北海岸啊。有吗？哎，我们这也是大时代儿女的故事啊，大时代永兰跟贡九的故事啊，是，完蛋了！看完他们两位所演的，来，现在包括写答案，来30秒开始。就没有可以拿下来了。像云霄飞车还是火车？是不是在摸脚？为什么在按摩？为什么要摸脚？是成语哦。摸脚当然成语啊，为什么要弯？他前面是弯，他是瞎子吗？他有闭眼睛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闭眼睛啊？就没有闭眼睛也会是瞎子啊？弯，他在转弯呢，他在找平衡加了。九、五、三、五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哥，你好像有答案呢。猜出来吧。弯，好。什么东西？你等一下，你走开，你去找张文琪啊！你去找张文琪干你。这一组好拖、喔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亮板，开。哎，你们刚一头雾水，结果现在写一样。对啊。你怎么会这样子？很会演。啊，你刚刚不是写这个？你刚刚写画蛇添足啊？为什么？写那个脚，因为我听到杰尼尔在讲拐弯抹角，都听到。不难逃题。可是你为什么讲拐弯抹角？你有讲吗？你有讲，我都听到了。没有，他讲脚跟弯，他讲弯跟脚。所以不能这样。对，可是他真的有弯跟脚啊！而且刚刚君老师写瞎子摸象。对啊。我刚刚本来写画蛇添足。你们这两分有问题。有问题。如果答对，我没有听到啊，我没有听到啊。我真的没有听到 Junior 讲，我本来觉得他讲的很小声。这个节目还有一个特色，就是发誓，如果有任何的作弊嫌疑，会烂掉。我们绝对没有作弊的。会怎样？烂掉？会烂掉？会烂掉？该烂的就烂。我跟你讲，好险我小孩生了，我跟你讲，拐弯抹角。哎呦，不怕烂嘞！那记住了。好，那我用原来的，我用原来的。他会烂掉，他会烂掉。不要，有烂掉。有在看。我还没有结婚啦。很严重，烂掉，我想生第二胎。好，那好，那会烂掉，会烂掉。我们的节目，让观众都不知道。下次我们把前面我们那个膜拜的仪式要播出来，我们每一个都要焚香祭拜，然后说，这上这个单元绝对不作弊，作弊全家烂掉，有没有？要成神啊！太严重了，全家烂掉太严重了，要全家烂掉，个人烂掉，个人烂，个人造业，个人担，对对对，株连九族啊。来，千人亮板，
拐弯抹角，我是看到他写拐弯抹角，我有看到，怎么会有画蛇添足？画蛇添足，我也从来没演蛇啊，他弯来弯去啊，又有脚啊，对他，哎呦，还真像哎，你看，你让蛇弯来弯去，他就摸你的脚，没有？那他有蛇头吗？没有蛇头啊，怎么会？他也转来转去啊，因为我们节目是保护级的，所以不是限制级，不能用舌头，限制级可以用舌头。舔足，画蛇舔足，瞎子摸象，对，也像哎，这厉害，有没有？哪有像？瞎子嘛，瞎子哪有像？宋庆龄演怎么看到像呢？没有，就是瞎子摸的不是真的像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在摸的时候，感觉有点眼睛有点就是翻白眼。哎，我觉得他们这一对很厉害在哪里？厉害，耳朵长得很好。什么意思？耳朵长得很好，拐弯抹角哦。我要讲烂掉，你们会诚实吗？不会，讲被误会，很怕烂掉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马上再演一遍，看看什么哈，慧眼识英雄 ，Action！ 哎，我走，来，我来拐弯，哎，我再拐，从头到尾不是蛇哦，我拐弯，我拐到这，哎呀，终于到了，我摸他的脚，我小鹿，我转弯。我在转弯，我在转弯。哎，你到了啊！我摸你的脚啊！上来点，这才是脚，对，这才是脚，对。你摸错脚了，你摸到的是第二只脚，对。好，所以正确答案，拐弯抹角。其实我也都知道，你们会不知道。拐弯蛮明显，但是我前面一开始也就为什么会有蛇之类的。对啊，我还是想了一下。蛇的话，我会要。对，蛇应该。后来想了一下，要个蛇头。后来想了一下，好。摸脚还蛮明显。摸脚也很。摸脚是不是还有一点谐音呢？来，2-1，攻守交换。2-1。所以呢，我们那个发誓烂掉这件事情呢，是非常好的一个组合。好可怕啊！当然，我们是良心事业来的，良心事业。哎呦，不愧是你们！哎，是，怎么样？这节目要改名叫《良心冲冲冲》。这个单元，请戴耳机。这两位请抽题，我来，小佑来。好，有点紧张啊，30秒。慧眼识英雄，为什么有主持人？二局上半，预备 ，Round Two， Action！我是小明，我是小妖，好可爱。那我们来玩什么呢？玩游戏吗？我们来玩猜拳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好，你不要哦。那不然我们来玩猜彩带拳，好不好？我不要。啊，你也不要。那你都不要，那你要玩什么呢？我要玩。观众，凭着简单的剧情，你可看出它是哪一句成语了吗？天才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4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。